度要快，知道吗？一定要让你的潜力全部爆发出来，丝毫不能有所保留。妈，我已经学会了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了。您辛苦了，妈。这个技能学会了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？这个你得有100%的抗击打能力。那个妈，我操，这个我可不能玩啊！咋的呢？我不。写那是干啥呀？一天天一到写单子就开始就不让写，咋那样呢？不让写当着了。哎呀，不写了不写了，你去玩去，不写了不写了，你看不写了，不写了，你看走了。